车身长度接近5米，有溜背的车身造型，那么它还有绿牌的加持 ，ADS 自适应悬挂，说的就是我身边的这台第11代雅阁 E-PHEV。 绝大部分的车型呢，可能会从外观讲起，但是本田嘛，一定要从这里开始讲起。在我面前的是第4的 IMMD 系统，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发动机是 2.0 升直喷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，它的最高热效率去到了 41% 它的压缩比是去到 13.9:1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面的一个发动机的参数，旁边是 eCVP 的部分，相比起上一代。 它两个电机的布局是发生了变化，现在是一个平行轴的一个关系。这样做是一个什么好处呢？两个电机一上一下放，可以减少横向的一个体积，也可以减少整个系统一个重量。另外呢，两个电机解耦的情况可以让这辆车开起来会更像纯电动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P3 电机的一个参数，135千瓦，335牛米的一个最大扭矩。 另外呢，这个 P3 电机的转速也比上一代有所增加，现在去到了14500转。但是呢，相比起 DMI 的16000转或者是 THS 的17000转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距。那么再看一下电池方面，它给你是一个 17.7度电的电池 ，WLTC 的纯电续航去到了 82 公里。 大家看到这里呢，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啊。 比亚迪汉呢，它给你是一个 18.2度电的电池，比这个仅仅多了是 0.5度电，但是呢，它的 WLTC 续航是 101公里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所以待会我们试一下这辆车的一个纯电续航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款车的外观呢？其实我觉得整款车挺复古的。我放一张6代雅阁的照片在这里，对比一下两款车，哎，你会发现灯都是做的特别的细长，整个中网的感觉是比较收敛的。再看一下车身侧面啊，线条非常舒展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款车现在是接近5米的一个车长了，但是很奇怪啊，它的车身宽度、它的车身高度，包括它的轴距，跟10代雅阁是一模一样的，同样是 2830毫米的一个轴距，所以它车长在哪里去呢？藏了前后悬。 所以你从远去看一款这款车，你会发现哇，整个车的溜背真的做得特别漂亮。这一代雅阁已经取消了一个16寸的轮胎，直接从17寸级，顶配是到了19寸。那么这款插混的车型会标配一个18寸的米其林 ePrimacy 的轮胎。前面这里是充电口，它只有一个慢充啊。然后门把手还是传统的门把手。来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车尾的部分，小小的尾翼点缀非常漂亮，整个车灯也是做的非常的细长，很有科技感、现代感。重点的部分来了，我知道大家很想看这里啊。来准备，1、2、3，它的电池包是这样的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参数啊，这是汽油版跟插混版的尾箱容积，这里我就不多做评论了，评论交给你们弹幕走起，好吧？讲内饰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车依然是非常低的重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完全可以压在地板上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现在上车看一下内饰。11代的雅阁呢，跟之前的型格啊，是在整个车厢里面的设计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比如说你会看到这个出风口也是网状的一个结构，当然了。 雅阁嘛，旗舰车型会更多的高级一点的配置在里面，比如说全液晶的仪表盘 ，Honda 肯定 4.0 的一个系统在这里，还会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，12扬声器的 Bose 音响、无线充电等等等等的一些配置都会在这里。另外呢，11代雅阁跟美版雅阁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一个地方，这个旋钮，这个旋钮什么用呢？这个旋钮呢可以一键操作降温、升温。 等等的一些个人一点的设置，但是呢，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太搞得明白它的使用逻辑。大家觉得美版的设计好，给你一堆的按键，还是中国版的给你一个旋钮好呢？弹幕里面告诉我。另外呢，这款车的整个皮质摸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而且它多了很多这种翻毛皮，门板上有，座椅上有，整个坐起来的防滑功能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 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后排的空间到底怎么样。第11代雅阁的后排空间依然是一个免检的产品，所以不要看它只有 2800多毫米的一个轴距，相比起那些2900、3米的一个电动车，后排的空间要比它们宽敞的更多更多。后面这里呢会有两个左右独立的一个出风口，两个 Type-C 的接口，不过稍微有点遗憾啊。
时代雅阁上面这里有个小小的储物格，这里就取消了。另外呢，中间这部分呢还是隆起的比较多的，如果是中间的这位乘客呢，只能够这样坐了。 OK， 整个座椅呢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，支撑性很好啊，不会像很多国产车一样做的死软死软的，特别有支撑性，然后一些翻毛皮啊、打孔的皮子都会出现在后排的一个座椅上面。另外呢，整个座椅的高度啊，包括座椅的长度都是没有完全问题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可以托起我整个大腿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另外呢，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这一个中部的一个头枕，这个地方可以完全的把它拿下来，会有杯座放手机的一个地方。另外这里还有个小门，可以通向后尾箱去拿后面的东西。另外其他的一些配置，比如说后排的阅读灯啊、地图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配备的。你觉得这款车好不好看？对我口味啊。那你觉得这一代车的长了之后，整个车身的线条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加的舒展？我觉得凶了一点。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？好看啊。好看。嗯，对。你觉得哪里好看？它那个前脸比以前的老款雅阁看起来更年轻时尚一些。你看一下本田雅阁，十一代雅阁，你觉得这款车好不好看？可以打开门看一下外观内饰，挺好看啊，觉得好看是吧？挺时尚的。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功能，现在雅阁也能够支持拨杆自动换道。那么在讲到驾驶方面呢，确实这款车第一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安静，轮胎有它的功劳，双层脚架玻璃、ANC 主动降噪都是它的功劳，还有它的整个底盘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平稳。走在高速上面，整个车身的姿态啊，虽然长坡路，它也不会上下的浮动了。我今天开的是中国特有的 PHEV 车型，跟之前我们开的那个 HEV 车型，其实感觉还是非常的相似。今天其实主要想测一下它的一个能耗，都是开这个 EV 模式。其实我发现到了中后段80-100之后的再提速，整个感觉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上高速的话，尽量的采用这个自动的模式，在城市里面开呢，尽量去采用这个 EV 模式，会有一个更好的节能体验、加速体验。那么这款车呢，给我的方方面面感觉都是非常熟悉的，包括方向盘的一个转向的手感啊，刹车、油门踏板的脚感都是跟时代非常相像的，还有整个视野，所以这款车其实它有革新，也有很多的传承在里面。 OK， 先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今天的一个能耗情况。我们在三亚确实还蛮热的，25度的空调一挡风，那么今天走了 75.8 公里，全部都在高速上面，目前还剩下一丢丢的电量，那么我估计如果纯电跑完的话，超80是肯定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是在高速，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如果在市区里面开，应该妥妥的超过90或者甚至是1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。我觉得本田这个电池这个续航多多少少是有点反向虚标的。我们找来了一辆雅阁260 Turbo， 也就是 1.5T 的版本，看一下尾箱的空间呢、相比起 PHEV 车型，他们可以做到了全屏的状态，相比起上一代的车型，后尾箱容量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可能大家会看到260 Turbo 会有一个疑问，是不是直接把上一代的 1.5T 发动机搬到了这个发动机上面去？我告诉你，完全不是，这是一个新的发动机，大家可以理解成它是上一代的一个进化版本。整体功率方面呢，它是有所减少了，降低了2000瓦，扭矩还是260牛米，多了很多新的东西。好，现在我们上车去试一下。拿到了一款非顶配的260 Turbo 车型，因为它是配备一个18寸的轮胎，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配备一个 Bose 音响、全液晶仪表盘，还有 Conda Connect 4.0 系统也是会有在这里的。补充一点呢，刚才没有讲的，这个系统里面现在多了一个 CarPlay 的功能啊，满足更多苹果系统用户的一个需求。那么虽然整个发动机相比起上一代车型是有一点点的功率下降，但说实话开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了，整个变速箱也好，发动机的响应还是非常的快顺，能够识别驾驶者的意图，然后整个底盘开起来还是挺柔韧的。我过一下减速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整个底盘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，车身的姿态也相当的平稳。今年合资品牌的压力真的非常大，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品牌的插混也好，纯电车型他们攻城略地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你会看到这次的雅阁他们重点推出的是 PHEV 车型，原本的 HEV 车型也要压到往后，可能下半年才会上市，所以我们看到雅阁真的是非常重视
整个的中国市场。那么这款车呢，我们试驾下来感觉这款车真的升级还是蛮多的，因为本来时代雅阁就已经很强了，它还多了很多的配置啊，开起来依然是非常灵动，而且现在还有纯电的一个模式。那么这款车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价格的，你们觉得这款车应该卖多少钱呢？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